龙鱼，看这个人头，哦，哎，侧面的那个哈人头，也像个狮子头，猿人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，会停下来让你们拍照的。下面的话呢，就是香网养那个珍珠，然后呢，珍珠这边的养殖啊呢，最少要三年可以收成，但三年很小颗。然后前面那边那个地方是他们那个之前拍那个金刚的片场，哦，他片场在这个地方。你们没有看金刚晚上回饭店的时候，那个网络比较强的时候就可以下载下来看了，啊，就全部在我们那个下龙湾跟那个第四天我们要去那个鹿龙湾的取景。这边海水是非常干净的，才能够养。对。